观你好，欢迎收看验心帮，我是曾伟。台北股市在今天早盘回测上周低点之后，跌幅收敛开低走高，尾盘收跌290点，收在21144点，成交量3024亿元。今天盘是如何分析？想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首先是屏风大中华投顾的蔡丰盛分析师，曾伟好，大家午安。第二位是郭代仪分析师，大家午安，大家好。台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丰盛老师。好了，感谢曾伟，各位盘势真的非常漂亮哦。那投资朋友也许讲说，老师惹能八高在点那漂亮，各位盘势本来就不会天天涨，像今天开盘最低跌512点，尾盘只剩下跌不到300点，那就是漂亮。各位，你知不知道？就像说 K 线啊，你不要一天到晚想说都是涨停，那 K 线那是人家在做价，有时候红 K 啊。但是它依旧是跌5块或者跌5%，那也是漂亮的买点，各位你懂了吗？所以今天礼拜一啊，各位啊，虽然大盘跌了290点做收啊，但是很漂亮啊，守住上礼拜的低点，这就是整个的一个什么一个转折慢慢形成的一个机会啦。但是不管如何啦，哦，投资朋友有问题，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去撞这个南墙啦，哦，有时候撞南墙的一个代价。你承受不了哈，有问题要问老师，懂了哈。来，衷心的一个祝福啊，你与你的家人平安健康。我说过，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这是上礼拜五啊，台湾股市的一个上攻，开低走高嘛，涨247点了，是不是？对吧？涨247点，我那时候也跟你讲说，其实外资的一个啊，期货空单从40000口啊。然后急速的一个回补，剩下25000多口，所以外资的卖压大概宣泄的第一波应该结束了。我在讲的时候都是这个时间嘛，1点半。那你要3点的时候，你才知道外资买卖超嘛。你看看上礼拜我讲的准不准？上礼拜五的台湾股市一开低，然后拉高，其实外资已经没有卖了。外资上礼拜五买11亿啊，对不对？但是业内呢，业内有其实啊。本身就是大投机客才叫业内嘛，他们不会这么看嘛，他们看整个全指股还是有卖压，所以他们不会去碰全指股，他们不会啊把钱放在上市部分放太多，他们会放在上柜，所以从融资就看出来了嘛。上礼拜五的融资上市减少5亿多，然后上柜增加1.65亿啊。我的这样的逻辑，这样的道理，你听得懂齁？因为事后都证明蔡老师是对的啦，所以我希望你哦，有既然啊大家都会在啊1点20分就锁定一言新帮，所以一定要接受蔡老师的一个观念，好不好？这种行情说实在的，不要期待天天大涨，像这种行情你也可以赚钱，这样就好了。美国股市这些数据啊，说穿了也不值钱啦，因为都是先射箭之后啊再画靶啦。非农的一个啊就业人口哦，说估计16万，结果开出来14.8万，那你如果原先估计13万不就好了吗？那不就是大涨？所以黑不艺术啦，各位，美国股市在上礼拜五啊，因为数据啊不理想啊，这纷纷的一个往下杀，各位对不对？其实啊，弱势的还是在电子股方面啊。所以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一开盘的时候，跟日经一样，也跌了快1000点嘛，开盘跌了512点。但是就是这一点啊，你看得出来政策很照顾你。我是很讨厌讲政策的好话啦，因为我觉得这都假鬼假拐假来假去啦。但是今天真的不得不称呼他棒啊，操盘操这样，稍微有一点动弹啊，不得啊，或者是啊过度都不好哦，这个分寸拿捏的这么好，这几把分。今天啊跌了512.20922，最低是2092.51啊，没破上礼拜三的低点，上礼拜三是2092.1几啊，各位你知不知道？所以你看嘛，那守住嘛，你看这4天里面有2天低点几乎一模一样，20922，你告诉我股市不是人为操控的，那我哪会相信？所以我就告诉各位啊，其实股市就是庄家在坑杀散户啦，看散户压哪一边，比方来说你压多，他就给你开空大跌，你压空他就一直给你开啊，不跌不跌大涨给你嘎爆，一天到晚都是哪一个散户压最多的部分他就开反方向啦。
所以你要知道，你不要一天到晚用赌字啊，在股市里面寻求财富，那会赔死你啦。你一定要去做一些产业股，彻彻底底的改变你原先的一个错误的投资行为。就像蔡老师一直跟你讲的，我这些产业股怎么突然间在目前都变成飙股？不是业内股呢，是产业股呢。你等一下你自己看嘛。所以你来看看大盘哦，基本上啊，所谓的一个转折要很明确，就像八月五号，像这一次不是很明确，你就要让它洗盘。你看八月五号像这样子抖了来这样，对不对？6400多亿，这看微嘛，刚刚蔡老师你啊，对不？所以我就告诉你说，这当天就要反转了，八月五号，是不是？然后八月六号弹670，前一天才跌1800点，我说这是弹真的。这才是真正够专业的解盘啊，所以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去看好不好？因为你我啊都在见证历史，我们一步一步前进。2330的一个台积电今天就是力图要攻900块嘛，啊，其实攻900块也不重要啦，收盘收899也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它从918跌下来，我不是跟你讲说台积电的一个合理价格，以今年的获利哈，就是920块到1000块，那这一次的一个反弹，从813来到977，已经来到了一个高档区嘛，所以它这一次灌下来900块，你如果高档区你卖掉，你不是很高兴啊？跌，王贵当来这得你抓。你如果是这样想法的话，你就是正确的啦。过做股票没有一天到晚在想说要传子传孙的啦，做股票本来就是要区间操作，所以蔡老师觉得它跌下来很好啊。各位，你知不知道现在就等明天八月营收吗？那你八月营收有办法再创历史新高吗？有办法吗？你有想过它的逻辑吗？各位，台积电哦，我一直留意到哦，它近期每一个季度大概都是第一个月哦，营收会创新高或者特别好，然后再来啊，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就开始修正它整体的一个财务预测。所以我认为八月份年增当然跑不掉，它还年减那还得了，对不对？但是你说明天要开出2569亿以上，我认为很困难啊，我认为很困难啊。好，当然最好是这样，好不好？最好3000亿，对不对？但是其实以长线来说的话，你看这个台积电美国厂市场哦，良率非常好。三星为什么会倒大霉？就是它良率啊都做不到，然后一天到晚还在放假消息，说去抢台积电的7奈米谁谁谁的订单，结果现阶段啊，江河日下，一泻千里，这叫扶不起的阿斗。你现在还有听到三星的名字吗？所以你看看台积电，基本上在这种急跌啊，就是好买点。那没有急跌的话，你要每天买，我只能笑一笑。反正你钱本来就比较多，或者你每天只是零股买20股，也不是买20张，对不对？那我也祝福你，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啊，台积电龙抬头，大家加油！来看看这个，这才是关键哦。我说近期啊很奇怪哦，因为辉达近期的一个什么一个倒霉的事情，只有广达出来说他好，说 AI 没骗人，包括林百里先生，还有什么他的执行副总，对不对？杨麒麟，对不对？他在啊上礼拜四9月5号讲广达本季财报渴望更上一层楼啊，结果六日的时候公布了嘛，各位是不是广达竟然创历史新高？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他讲这个要干嘛，对不对？是不是人家财务部财务长还没公布之前没塞公一顶贺啦，这样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不是知道啊整个八月份营收会大好你才讲这种话，对不对？啊，其实讲这种话哦，影响不了广达的一个股价哦。他董事长讲多好，他副总讲多好啊，你忘了他林百里先生讲过吗？这个股价本来就不是人家能够控制的，也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但是他能够把营收做出来就好，这代表后面广达的股价涨，这一定是一个什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跳板啊，因为营收出来了嘛，历史新高嘛。所以今天的一个广达各位尾盘啊跌势收敛就是这样的原因啊。各位你知道吗？2382的广达。
那目前整个 AI 的一个什么一个个股，台药啦，奇宏，奇宏今天也大涨，金相电还没涨，金相电已经连续两个月营收新高，七月八月，包括广达，对不对？台积电明年公布，至于晶圆电、微影、伟创啊，这个都是双增。好，来各位，我不是要让你看好的，我们来看不好的啦。现在不好的有月减的哦，就是结束五个月啊，连续历史新高的台光电。那这也不是我要跟你讲，我要跟你讲月减最大的叫做什么？秦城8210的秦城，导播辛苦一下，打出8210的秦城给大家看一下。秦城今天的 K 线就收红了，还不止收红了，它尾盘还给你收红。我原先以为把打出日 K 线给大家看一下好了。你看哦，这是里面 AI 的族群，你有看到哦？像这种也是止跌讯号，它在整个的一个八月份营收算是最差的嘛，月减 13.2% 嘛， 13.27%， 结果今天啊触底之后往上拉，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什么一个介入点，也是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就像我一直跟各位讲哦，你知道为什么盘势这么弱吗？全市场其实最强的是哪一档，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过的亿家，2402的亿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九月一号就公布八月营收，他八月营收啊就是十年来的新高，但是他公布之后股价慢慢的盘跌，代表市场没有反应营收这一块，也就是说很多法人目前还没有要做，让他一直把它做一个盘跌，一直到今天大盘开低然后拉上来，亿家。拉到最高拉到42，收盘好像 41.95， 所以我认为后面应该要反映它的营收了。各位你知道吗？就像我告诉你的，来4974的亚太，从我那时候跟你讲，各位当天拉涨停91块，各位对不对？是不是亚光子公司嘛？结果呢上礼拜四又拉涨停100块，这天天讲哦，4974的亚太上礼拜五，来各位注意看哦，它创新高103，你没看错，103，然后震荡历史新高，然后它八月份营收是它历史次高，但是它股价已经新高了。你说今天大盘跌500多点，它纵使打到跌停啊也不过分嘛，因为它股价上礼拜已经来到历史新高，结果呢？结果又拉涨停板，4974亚太105.5。来各位你看看，四天里面有三天拉涨停，然后天天创新高，就是4974的亚太八月营收历史次高双增，年增将近一倍 90%， 是不是4974的亚太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72.9，5月6号，来各位看一下5月6号，对不对？今天来到 105.5， 所以我就跟你讲，很难得啊，产业选股竟然形成啊全市场最强悍的标股，我也非常感动哦，证明啊产业选股真的能够帮到你的忙。所以我问各位，你没有专业你如何应对？大盘只会更加的复杂，太多的节目只是会啊见涨说涨，见跌说跌，先射箭再画靶，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你要怎么办？产业选股才是股市中的硬道理，这也是蔡老师节目一直啊在这边啊照顾你的原因。所以蔡老师的节目感谢你收盘盘后以及每天晚上产业介绍都认真的收看，收视率真的高到爆，我不晓得什么叫形容词，高到爆就是没有敌人嘛，各位你知道吗？所以各位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品丰大中华，这是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哦。蔡老师经营公司当董事长今年快满20年了，那我讲盘也快满25年了，各位你知道哦，所以不要嫌蔡老师年轻。你说蔡老师你是国中就在讲盘了吗？没有啦，我国中是在讲三国演义啦，各位知道哦。哎，所以各位下礼拜二就是中秋节了哦，又见中秋哦，快闪限定给各位最大的温暖，蔡老师释出最大的诚意，做得好的我持续祝福你，做不好的你也别放弃，蔡老师来认真的帮助你，好不好？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只有一招，就是枪在手，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回来继续请教丰盛老师。欢迎回到《一言新报》，再把时间交给丰盛老师。好的，感谢曾伟，来，衷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我说过，台股多空无常事，产业选股见真章，对不对？就像你今天原先开盘啊，股被打了啊，股被啊落啊昏低暗跌啊，两万一守不住，哎，结果尾盘呢，怎么重重举起，轻轻放下，跌不到三百点？其实这就是台湾股市目前啊，整个架构已经改变了，业内大户投信。好不好？力抗那一些做空的这一些外资啊，外资心肠本来就没有好过，所以你不要想说为什么他们一直啊在台湾股市那边借券啊，然后放空台股，然后再杀现股，这三四十年都这么干啊，是你自己以为外资他很好啦、啊、各位你知不知道？所以他们的做法没有错啊，都一直在毒害啊全世界各地的什么金融市场，所以你要自己坚强啊。不要一天到晚以为外国的月亮啊比较圆，尤其下礼拜二就是中秋节啦，知道哦，台湾的比较圆啊。来6805的一个富士达今天拉涨停啦、啊、是不是？那富士达之前的一个股价也是来做一个什么一个啊软弱的一个什么一个回跌嘛，所以今天拉涨停尝试要啊站回这个季线。但是啊，短线上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也就是产业的方向，也就是8月22号蔡老师跟你讲的富士达，各位那时候跟你说的轴承族群信锦兆利新日新富士达，你看哦，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跟你讲折叠机加伺服器零件，所以下半年富士达本来啊就啊看得很好。你看很多大户基本上也不用去选什么个股，因为蔡老师的节目都已经做那么久了，好的股票啊，我们也会适当的时候相对低的位置来持续的一个告诉你，所以大户有什么好见的看我的股票就好了嘛。刚刚讲到宜利电2497，这说多久啊，现在说几礼拜啊，上礼拜三718，对不对？2497的宜利电有没有？结果上礼拜五拉涨停75块，2497，各位有没有？然后呢，上礼拜四拉涨停，上礼拜五来到764也创新高。今天的宜利电75.6块吗？各位你搞错了，导播辛苦一下，2497的宜利电还有没有办法打出来？没有办法就算了哦。啊，有办法再创新高，太棒了，好吧？所以我们的制播单位绝对是业界一级棒的哦，最强的制播单位。来，你看看2497的宜利电，来66块，啊，今天要80啊。当时说的八月二一有没有？是不是？对吧？所以你再来看看哦， PCB 八月份营收电影连续两个月营收新高，所以你看看电影今天一早的时候还是这么强嘛，一样是高档盘间嘛。蔡老师跟你讲的时候572，各位是不是？对吧？建核心今天啊也是收盘新高，好像是979还977，3003建核心都是车用嘛，是不是？对吧？所以包括什么尾盘还拉上来的一个什么一个亿光涨了1块钱，2393的亿光自己去看，是不是？还有油价一直在跌啊，长荣行是不是？2618自己去看。所以我跟各位说啊，股市不会天天涨，但是你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去布局未来股价会创新高的个股，不要人云亦云，好不好？很多的一个节目都是看今天大跌就跟你讲一大堆利空，这是希望你能够杀在谷底。很多节目就是看到今天大涨就跟你啊讲一大堆利多，就是希望你追在天花板。蔡老师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我告诉你，产业选股搭配题材为辅，我们低买高卖。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斗战胜佛，都有一个悟空嘛。但是真正的悟空是要有72变加金箍棒，你有没有？要有产业选股加低买高卖的能力，你有没有？如果你没有的话，各位有机会了，又见中秋快闪限定，蔡老师释出最大的诚意，帮你锻炼成股市中的真正的孙悟空，让你无往不利，让你当股市中的斗战胜佛，这样好不好？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怎么走？就是枪在手，
赶快来蔡老师这边报名，赶快来跟着蔡老师走。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提醒观众朋友，本公司所推介分析的科比扎证券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祝您操作顺利，我们再会，谢导，谢导。